阿卡丽是上单，我们还整了个菜刀队。没补位的就行。六六啊！老鼠 A 我的 A 麻了，我的复苏之风都打了140了。卡皮没吃到，吃到感觉起飞了，没吃到。菜刀队好像有菜刀队的好处啊，比较莽啊啊！全是莽子，对面好像前期一时难以招架。没给他带过墙啊。帅，你这是预判闪现吗？我这 Q 闪有点扔歪了，还好。派克，我就来保一下你。
加油啊，这把后面不好打的，毕竟是个菜刀队。不太赚，刷完他该走的。我开大会很脆的，我没有大剑。这波如果有千变的话，我就能跟他们打一打。我没有千变。感觉是能打的呀，这宝石大刀捏太死了，我不是把他睡眠给抵消了，怎么还是被睡到了。我们打不动大龙呀，问题是打不了，打不了大龙啊，我勒个乖乖，我们哪打得动呀，真打不了，真别带节奏了，你给剑姬带线可能剑姬说要打，可是怎么打嘛？来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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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点，要点，点，打吗？怎么又不打了？怎么打？他个沙弥拉，他又打不动大龙的。你让剑姬带线，或许还有点机会；你不让他带，怎么打团已经赢不了了。带带带带带！挺扯，看剑姬了。哦，不对，看打野惩戒了，强大就赢了。打野别死，打野别死，对对对。鸭子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走呀，我会帮你拖大打野的呀。他们打不了大龙就休了，瞎子自己的问题啊，我肯定不过去，他都死不了，他自己回头送了，我到时候会进去帮他拖打野时间的，真也给他买了，那自己回头送，那就没办法了，他只要拼惩成功了，剑姬就能继续推了，我们也不着急，等剑姬带线，他们后期也处理不好，不好处理的。把咱们拖在这就行，剑姬那边已经开拆了。打赢就一波了呀，别急别急别急啊，
本来我想进去帮他把打野拖走的，结果我看那个龙七千血，我撤，只要给进去拖时间让他带线就行了。他们家就剩一个塔了，可惜他没单挑打过，单挑打过就一波了。我把他打走吧。我们打不动他呀，哥们儿。Nice， 我们打他像刮痧，兄弟。他有影魔刀，没事，不用担心他的。老子要来了。应该被秒。还行吧。哇，伤害真高哎 ！Please， MID 什么意思？翻译一下。让你动脑子，我没有脑子呀。他说你没有脑子，那我没有脑子，他有脑子，他能不能带我赢啊？打断一下就行啊，没事要上啊。一波了吧？我没脑子，你赢得了吗？啊！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